大家好，我是联想家用资深顾问 Chris， 今天来帮各位分享 IDEA Slim 5i 君酒系列。 Lenovo 家用旗下共有四大品牌，其中 IDEA Pay 致力提供优质的使用体验，并兼具亲民的价格。 IDEA Pay Slim 5i 君酒系列为首款 AI 笔电，轻松智取创造力，并强化三项优势，增强影音体验， Lenovo AI 引擎均归其真可靠。设计延续时尚简约风格，有铂金银、深渊蓝及微醺紫三种颜色。14寸 1.46 公斤，16寸 1.89 公斤。左侧两个全功能 USB-C 3.2 均腕，搭配 HDMI， 最高支援三个外接萤幕使用。搭载最新 Intel Core Ultra H 系列处理器，全新模组化架构设计，整合了 CPU、GPU 及最重要的 NPU 神经网络处理单元，强化离线方式，执行本地 AI 生成运算任务，帮助未来于文字、图像、音乐及语音等多方面的 AI 运用，提升使用者生产力及创造力，并兼具效能、节能及隐私安全。与前代 IDEA Pay Slim 5i 相比， Intel Core Ultra H 系列处理器最高性能提升约 20-35%。 PCMark 10效能实测， Ultra 7155H 整体效能提升约 27%， 生产力提升约 9%， 数位内容创作提升 34%， 游戏性能测试提升约 84%。实测 4K 60fps 影片剪辑，输出时可大幅缩减约 30% 转档时间。 Intel Arc 显示核心具备两倍效能提升，并可透过 XESS 超采样技术，让轻薄笔电于 Full HD 画质下亦可游玩主流的线上游戏，增强影音体验。萤幕延续主流的16:10黄金比例，高达 90% 以上萤幕占比，无论是14寸或16寸，最高皆可搭载 OLED 萤幕，并具备 100% DCIP3 广色域，皆通过 TUV 低蓝光及 TUV 不闪烁双认证，还原色彩并保护眼睛。音效采用双2瓦前置扬声器，并经杜比音效优化，声音清晰洪亮。 Lenovo AI 引擎结合众多 AI 辅助功能，优化使用体验，并整合于 Lenovo Vantage 软体内。智慧电源 FN 加 Q 提供三种效能快速切换，最高提升 20% 效能或延长 20% 续航力。两种电池保护机制，新增隔夜电池充电模式，充电 80% 以上开启进阶缓充，或是最高充电至 80% 电量，皆可延长电池寿命。智慧超解析帮助原生低画质影片提升细致影像，搭载 Full HD IR 视讯镜头，视讯会议画质清晰，并支援脸部追踪、眼神对焦、背景虚化等功能。智慧锁定，离位时系统自动登出锁定，归位时自动扫描登录系统。智慧播放，离位时影片自动暂停，归位时影片自动播放。通过 MIL810H 均归级测试，强化耐用度及稳定性。台湾两年尊荣家用服务提供365天全年无休的专线技术支援，保固范围内提供两年免费快递收送服务，两年免费到府维修服务。散热设计，14寸采用双纯铜导管及大型单风扇，记忆体内嵌 LPDDR5X 7467，硬体支援单 SSD N.2 2280 PCIe Gen 4硬碟。
16寸采用双纯铜导管、双风扇，记忆体内嵌 LPDDR5X7467， 硬碟支援双 SSD N.2242 及 N.2280 PCIe 均4硬碟。续航参考14寸及16寸主要采用57瓦时大容量电池，皆支援快速充电。14寸 MobileMark 25约 19.6 小时， Full HD 影片播放约 8.7 小时， 16寸 MobileMark 25约 16.1 小时， Full HD 影片播放约8小时。 IdeaPace 5i Gen 9系列于轻薄的笔电中新增 NPU 的 Core Ultra 处理器，强化 AI 未来离线生成及运用，并支援 Lenovo AI 引擎的众多辅助功能，均归于完善的尊荣家用服务，是您提升创造力及生产力的好伙伴。我是联想家用资深顾问 Chris， 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